喂，妈咪啊，怎么打给我的？啊？怎么你今天都给罐头来哦？我一个人怎样吃得完哦？家里不怎么有钱，那暂时先不要妈妈辛苦，放亲假他喽。女儿，你要努力读书，不要让妈妈失望哦。家里有吗？加喽。咱们咋没？就是没有门。有没有钱呢？等下。我有。没有。你请啊。请啊。OK OK。Yo，英姐。什么？你看我鞋子。 我可以给你谈个东西。谈什么？谈恋爱。哎，陈美珍，我们同 group 哎。回来啦！我怎么发现你很远哦？喂，我的相机，你怎么还在那边还不回去？这是不是猪？上次就弄不见我的相机。 这次就给我一个这样的烂摊子啊！哦，谢谢你的劝导啊！啊，sorry啊，这次啊。啊！Lisa，借我你的相机。怎么你的相机？那个王俊杰啦，弄不见了我相机。这次我就是要你好看。60%的学生已经被撤销奖学金啊！然后。 下个 sem 我要到28岁，谁做啦？喂，我们一定要去告发他们，不可以再给他们继续害人了。不要杀啊！他们来杀我们的。远步。 跑跑跑！我也不要跑！跑跑跑跑跑！我只是读书比别人用功，拼个奖学金，怎么会比那些连 lecture 都不上的人来的可怜？ 哈喽，俊杰，好久不见。